到新都桥看秋色，正好美好的学生在贾根坝有个藏家的干儿子，我们准备去体验一下真正的藏家生活。作为不速之客，没想到受到藏家这样高规格的接待。第一天，我们已经进村了，干儿子昂旺乞杂的爸爸来接我们了，也一直可以开到院里去。哎，可以可以，我们是到了真正的藏家。啊，准备去院子了。啊，你看藏家都是有一个院子的，很好。我们停这边。啊。我们停这边。嗯、好。扎西德勒。来，麻烦你了，扎西德勒，扎西德勒，麻烦你们了，麻烦你们了。没有没有，哦，这是妈妈爸爸。哎呦哎呦呦，你看，哎呦，还像哈达呀，哎呀。扎西德勒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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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。去家那边。哎，好好好。你们这个村还是很那个，哦，还是党员之家哈。啊，对对对。哎呦，我是党员。哎呦，不得了！哎，妈妈是党员，哎，党员之家。嗯。哦，亚弄村一组十四号。对对。哎，我们家还是啊，就是我们那个，就是这条件不好，家里。哎，好好好，我们最喜欢这种。最喜欢这种。哎。就是不干净，我们最喜欢这种藏家的，原汁原味的。原汁原味，真的，哎呀，坐，坐，哎呀，搞好大的房间啊！这边火炉哈，烤火的，对，烤火的。哦，这是客厅。啊，对。哎，好好好，坐，好好好，你好，给我来一个镜头，我的扎西德勒，哎呦，啊，这个是那个哈达，哎，像哈达，哎呀，我们到这里完全是贵客，还像哈达弟子，哈哈，哎呀，你准备的好，哎呦，还准备这些，这是什么呀？我拍一下，拍一拍吧。是我们藏族的那个酥油包子。哦，酥油包子。哎呦，特别香。哦，酥油包子。啊，对，酥油包子。哦，包子啊。啊，对。哦，酥油包子啊。先进先进，党员。酥油包子。来，这是我们在小金买的那个小金苹果。哎，是啊，是的。小金苹果，哎，小金苹果是很有名的，哎，小金苹果很有名，应该知道小金苹果。哎，麻烦，不多是个意思哈。这是什么？酥油茶，对，酥油茶。哦，酥油茶，到藏家都要喝酥油茶。啊，贡嘎，特意给你们弄的那个酸奶。哦，酸奶啊，对，哎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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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专门给我们弄酸奶，很好吃。对，你们这个酸奶才是正宗的。啊，对对，正宗的。肯定，我们城市那个酸奶肯定不如你们这个新鲜的。你这个是。而且关键这个是牦牛的那个，牦牛奶。哦，这个。这个不是。特别的好吃，这个是酸奶。酸奶。哎，这是纯正的酸奶。啊，对。纯正的酸奶。谢谢谢谢。你们吃那个酥油包子，然后吃酸奶特别好吃。哦，好。我们漳州的，好，谢谢。哎，都是。不要忙了，坐着摆摆摆摆龙门阵。你这都是全是高级营养品，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高级营养品。这个又叫什么包子？这个是土豆包子。啊，土豆。哦。土豆。土豆。哦，土豆，土豆。土豆弄的包子。哦，土豆包子。这一次他说的土豆的叶子都黄了。啊，就是。哦哦，你们这里出土豆哈？啊，哦，高山土豆很好吃的。这么多了。这么多了，吃不完。哎，看来就麻烦你们。太麻烦了，太麻烦了。太麻烦你了。没有没有。吃一点。哎，吃一点。来看一下。看看美好，吃一下这个。嗯，豆沙的很好吃。啊，酥油包啊。啊，对对，酥油包。怎么样？嗯，好吃。肯定嘛，有酥油，它那个酥油那个味道很好。哇，很好吃。嗯。
你要吃一点。嗯，好的。那个猪油吧，你们就吃那个。啊，那个里面括不括那个白糖？啊，就是，那还有一种是牛奶挤出来，直接就那个做那个酸奶，特别的好吃。哦，你那个就不是啊，它啊，它里面的猪油没打出来嘛？哎呀，可以，因为一样。哎呀，儿子回来了。哎呀！哎呀，儿子回来，这帅儿子！没有，哎，抓起得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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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帅儿子回来，这是你看嘛，这是我学生的干儿子，他说他很喜欢你，来吧，来吧，我们两个，来来来，我们两个拥抱一下，哎，你看吧，哎呀，真的好帅哦！妈妈才三十几岁啊。39，妈妈才39。哦，39哦。哎，39。哎，长得像吗？不是，长得像吗？39的话，那就是十几岁生的呀。啊，对对，19岁，十九岁生的。生一个，不是两个，还有一个你。该多生一点。康帝都，我说该多生一点。我们这种地方，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生三个。我们准备做晚饭，哦，烧柴哈。哦，你们都是烧柴呀？啊。你们看见阿妈在吹呀？啊，就是烧柴。这样烧柴。今天我们就在徐昭家吃饭，跟他们一起，美好亲自上厨。我们带的回锅肉，跟他们一起吃，打平火，吃点藏家菜。吃点我们的那个川菜，就是回锅肉，待会儿我们炒一点白菜进去。哎，烧白真金嫩的。哎，还有烧白。现在下那个他们自家种的白菜。炒起来！炒起来！炒一嘛，炒一嘛，炒起来！你这是作秀啊！锅里真的是烧白，哦，菜上来了。坐这边，快点来，快点那个菜。哎，好的，嗯，好的。对。哎呦，这个还，哎，这个舒服。开整。你看这个还在冒气儿，还在热。哦，我就是这样子。还在开。来，扎西德嘞。一大早，许哲专门来叫我们吃早饭了，不是晚饭，吃早饭了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哎呀，真是麻烦你们啊！没有。哎呦，这么丰富。哎，不要客气。哎，先看一下藏家的早餐。啊，早餐这个牛奶。哎，这是藏巴。啊，对，藏巴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奶饼子。酸奶子，哦，酸奶子，啊，对，酸奶子，就是酥油，酥油，嗯，这个是牛奶，哦，这个是牛奶，牛奶，这是饼子哈，这个是酸奶，酸奶，对，啊，对，这个是酥油茶，酥油茶，啊，对，哎呦，这么丰富，啊，没有。你看好丰富，哎，我看着你要准备的太丰富了，可能你们平时都没有吃这么丰富，为了招待我们。我们平时也就是这样吃的嘛。哦，就是这样吃的哈。可能你早晨很早就吃了哈。啊，不会这么晚的哈。啊，就是我们很早就吃了。啊，就是，我们起来的太晚了。这是牛奶，这是牛奶，你看。牛奶，鲜牛奶。你看上面有一层那个，薄薄的蒙，哎，薄薄的蒙，这就是很好的牛奶。我们那些牛奶都。这个都没有，这个是今天早上寄出来的哦，就是现挤的，就是那个很新鲜的，新鲜的，我今天早上今天挤的呀，早上挤的，早上，谢，能让我，哎，上一次不错，这奶这是奶饼子，奶饼子蘸进这个白糖，它特别好吃，啊，要蘸点白糖啊，蘸点白糖，不然就不好吃，蘸白糖，蘸白糖，这样，对，就这样吃，就有点。嗯，不然的话就很酸。嗯，酸甜的。这猪油是什么？牛奶里面打出来的。这个奶饼子也是牛奶里面打出来的。都是牛奶打出来的。都是牛奶里面打出来的。都是用牛奶。不是，我说那个酥油是拿来干什么的？这个就吃的。糌粑的。酥油，待会儿你们讲。糌粑里面搁酥油。哎，我们在拉子嘛，也是这样。你酥。
藏吃藏包就要用酥油。飞哥，哎，你在喝什么？牛奶，牛奶。哦，鲜奶哈。鲜牛奶。嗯。人家就是今天早晨刚挤的那个鲜牛奶。嗯。你看你好幸福，哎，旁边儿子陪着你吃饭，哎，吃早餐，真的好好喝。嗯，舅舅也在喝，嗯，舅舅在，这阿妈，阿妈辛苦了，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很高兴你们这里来，我们很高兴。你们天很棒，确实是藏包了，哎，藏包就是这样做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吃的。嗯，哎，你看，他们这样装了，都是这样，都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标准姿势都是。啊，对对对，做藏包的。哎，就是你们这个姿势怎么统一的？各个地方全是这样。就是那种统一的，这样做藏包的。这个有技巧的。怎么弄这个藏包？你看动作都是这样。啊，就是不是乱揉，不是乱揉，是捏了捏了。揉不是捏，揉。对，这是这是。好了，已经。嗯，这么快就好了哈。咕噜的。你弄不来了哈，儿子弄不来是不是？我弄得来，哦，你也弄得来啊，弄得来。但是我这受伤了就不想弄了。啊，早饭都要吃，早饭每次都要吃早饭。哦，对对，这个很管饱的，是吧？我们是这样的，这是营养。哦，酸奶这样。哦，蘸着糖。啊，这是酸糖酸奶。哦，酸奶哦，蘸着酸奶吃。啊，对，这样。哦，蘸着酸奶吃。我们就是这样吃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藏家的厨房。看都擦得很亮。这是火炉，烧柴火的。哎，你们这个烧柴火还没有什么烟哦，烟都从这上面出去了。哎，所以说家里这个屋里根本闻不到烟味儿。哎，这个设计的好，完全一点烟味都没有，在屋里。这里是转经筒，不是转的，不是。据他们说，白天它就是电动的，白天就让它转起来，到了晚上就停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到了晚上停。